伊豆半岛伊东市大势山。大势山位于伊豆半岛的伊东市，毗邻南美洲风情的仙人掌动物园和以断崖夕阳美景著称的长崎海岸。这三个地方放在一天的行程挺好的。大势山在夏天像个扣在伊东高原台地上的抹茶布丁，也是新海诚动漫电影《你的名字》里名场景的灵感来源。在山脚下先坐缆车到山顶，大概5分钟，票价700日元。山顶有一条约1公里的游步道，环绕山顶一周，可以360度欣赏伊豆半岛的风光和香磨湾海岸的风景。这个八月地藏是保佑海上风调雨顺、渔业顺利的八个山神。这个五智如来是保佑孕妇安产和结缘的，求子据说是非常灵验的。这两处参拜神佛不要搞混了。大势山标高580米，是约4-5千年前火山喷发后火山灰自然堆积形成的。在山顶走一圈大概半小时左右，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，可以看到伊东八景、伊豆七岛和富士山。除了展望台可以拍照打卡，在火山凹陷处是射箭的靶场。1500日元可以租借标准弓，并配5支箭。在山顶的纪念品店可以申请试射。这个山顶的眺望指标牌标记了远处山海的位置，可惜我们去的时候是大雾天，不过虽然看不到远方的景色，但雾气缭绕，宛如仙境，别有一番意境。在上面逛一圈，半个小时就下山了。大势山、仙人掌公园、长崎海岸，正好是一天的行程。长崎海岸附近有很好的风景餐厅，这样的大势山您满意吗？